莲华食品彰化厂的起死火警，火调人员初步调查之后表示，起火点呢疑似是在二楼的调理区，最多人躲藏的冷藏室虽然是有铁门，但是呢火灾发生时有没有关上，目前还不清楚。除了清理现场跟勘查搜集资料之外，后续要询问关系人，还有做完比对之后再来确认火灾相关的细节。目前就是初步起火处的部分大概有疑似是在二楼的调理区那边呢、啊。是的，什么东西？后续我们还是要做详细的一些询问。没有，这个我们还要询问相关关系人、跟调阅相关资料，才有办法做后续的确认呢、啊。目前只能说大概起火处大概在那边这样子而已。它是没有门没有关，还是说只有塑胶？塑胶卷的。有门，事实上有门。它是铁的。但是它有那个。就是塑胶的垂帘那一种嘛，我们就是清理现场，然后事实上整个部分火场的部分，我们也有在做一些勘察啦。